尊敬的罗林泉总领事，尊敬的硅谷创业节主席王汉光主席以及戴安娜主席，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们，早上好。我仅代表中煤企业峰会主席沈群以及硅谷创业节共同主席沈群先生，欢迎各位来到春天的硅谷。三年前，中煤企业峰会携手瀚海国际和丁丁电视共同创办了首届硅谷创业节，至今我们已经经过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。一直以来，身在硅谷的瀚海和丁丁 TV 秉承硅谷人的创业和实干精神，鼓励着我们共同打造这个属于创业者的平台。学习创业使我们不停的努力，永远在路上。在此，我仅代表中煤企业峰会的3200余会员，给我们的合作者，给每一位参加硅谷创业节的朋友们，致以真诚的祝福和美好的祝愿。愿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创业节上捕捉到最前沿的科技，愿资本能够在此找到心仪的项目，并开始复合型的增长。愿初创团队和项目在这里能够插上资本的翅膀。那最后，愿各位能够践行我们硅谷创业节的宗旨和景愿，梦想改变世界，创业你我同行。谢谢大家。